酸奶呀？老酸奶糖。看到机器蓝灯亮了就可以了，放在桌子上。四级设备添加已确定蓝灯常亮，下一步。确定，就出来了。点一下，设置个密码。密码设置两行一模一样的，然后点确定，修改成功，退出来，重新进去就好了，就这样的。